谢谢草莓讲真心告白。那你刚刚还讲人家，至少我不会这么油啦。两个礼拜都有了，哦，两个礼拜有点难。谢谢晚上先生的看好你哦，草莓讲的真心告白。剩下几根毛？不是几根毛，这很短呢、啊。有本事一个月洗，是真的做不到，我会被隔离。女生也可以，我跟你讲，我想过，如果我比如说我刚从国外回来，然后我要隔离的话，那隔离那几天我一定都不会洗头。我就隔离最后一天要回去见家人的时候再洗头就好了。谢谢草莓酱，救救你哦！好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们是短，我的意思就是短，不是说你们秃的意思。小脏鬼。是不会到那么脏啦。谢谢安娜姐画质精粹。这是卢卡吗 ？Hello， 卢卡。对，不是转到听到吗？哎呦，哎呦，我想说你生日，你们怎么会知道？你们怎么会知道？他怎么可以跟你们讲、啊？谢谢安娜姐画质精粹。我记得我一开始，哎，陈 ，Lena， 嗯 ，I want to eat， 嗯，是不是文法是错的 ？I want to eat 什么东西啊？你不能说没有，就是 I want to eat 就这样，这样的话是不是错的？就是我想吃的话，我想吃东西吗？就这样的意思？对，你不能讲 I want to eat 啊，因为你要有一个，你后面要说有一个什么？一个东西。你要接一个词，对，我就是那样。I want to eat， 我原本就是说 I want to eat。你没加图，我有点忘记，我到底有没有加图？哦、I want to eat， 哦、我原本是 I want to eat 啊。什么啊？没有什么，就 I want to eat， 然后。妈妈就跑来密我说：“你这个是故意的吗？还是原本就是这样？因为他是错的。”然后我说：“应该要怎么样？我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样。”哎呀，我要打麻油。但是还好他跟我讲、欸，可是姐姐也没发现、欸。各位，就是我给姐姐的时候，姐姐也没发现。然后我也不知道麻油怎么看到，反正他就跑来跟我讲：“大感谢麻油，又爱又恨。”爱是他帮我改，恨是他跟你们讲。然后你那句日文像吃桃子，他是哦。可是麻油那句没讲哎、欸，那代表应该是 OK 的吧？那如果是……只要一个 e 就可以表达一切，什么 I want 都没有用，还要打人家，怎么可能？不是我那时候想，怎么可能会是故意的嘞？不可能会是故意的、啊。可以穿圣诞 T 恤，他想说你会错一点，然后你现在想干嘛？然后你就。而且我这次，哎，要不然以后圣诞 T 都做黑色的、啊，黑色的这样还蛮百搭的，我觉得。我以后图案还是不要做那么鲜艳，这样比较好搭。往好搭的方面去想。晚安，怎么可能是故意的？谢谢你的解释，谢谢。可是大家对啊，这次大家都做黑色的，我觉得。好看比特别重要，因为它毕竟是一件衣服，一件900块的衣服，所以必须好看。对，不然你这样买了，然后因为特别，也不能在平常休闲的时候穿。黑色好啊，是不是？好看就好，是不是？看你用英文啊，惭愧。应该直接说台北呆。
CP 值高一点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来，空眼掌声鼓励，是蛮好看，我也觉得。反正康康的也很像，是哦。你觉得康康的很像哦？可是一辈子也只会出一次，出什么生日星？不止出一次啊，出很多次啊。你是不是在偷嘴显显迪奇？我刚刚嘴他什么了？我有嘴他吗？我刚刚讲了什么？你想多了。我运动的穿这个裙，不错不错，就是要你们常穿啦、啊。终于变聪，真的不要讲话讲一半哎、欸，不好笑哎、欸。我穿圣诞 T 在物美整。没关系，只要你手上的那个在发光就行了。先去吃饭了，好哦。就大家一起穿。包子影战哦，对啊，他在影战，他的兴趣就是影战，然后他就会跟我说，哦，那是效果。第一次有粉丝这么努力做效果，一年一次啊，而且无法复刻。你十九岁才一次哦，对吼，一岁一次嘛，那还好啊，蛮多次的、啊，还有很多次哎、欸。他的圣诞地穿出门需要啊哦 哦, 哦，这个意思，那代表真爱粉啊，对不对？越爱他越会穿，吃爆衣平常就是，可是因为现在有很多就是那种前面有什么一个字什么，比如说我是渣女，我是渣男，然后。你得不到姐的爱什么，反正就很多白痴的字，我就觉得蛮好笑的。效果，你看又来了。下次去素食店，大家点餐都不讲话。那我要这个，那么多种类是在 Hello， 是效果哦，原来不是故意错字的部分。全家踢，全家出游的时候穿那个不太好吧？包子就是最会做效果，不用谢谢你，不用学他，真的一个人就够，一个人做效果就够了。偏差，我也想要最大是到几啊？最大是差 L 而已吗？我想要更大。眼睛有点干，我才能在你身上面。我是 M， 不错，你是 M 哦，你干嘛买 M？M 太小了 ，M 就跟我差不多，二叉 L 对，二叉 L 最舒服。就你还可以玩那种下半身失踪，等一下，我刚想到下半身失踪，哦对哦，你们男生玩下半身失踪，他是要去 SSK 那边学我做啊、哦，很棒很棒 ，OK OK， 有大二彩啊，有哦，因为姐姐给我的样品都不给我二彩，都是给我 M。喝水啊！我昨天倒的。哎呀！那你把它倒掉，然后再去装哎。我就不想要走到厕所那边。我也懒得走。男生也看下半身，可以吗？我没有看过哎。男生最好，你看下面就马上有人反驳你，你试试看，你下次不用不用，你这礼拜来公演的时候你就直接这样子，让我看看你下半身失踪要怎么失踪。现在会日文的 staff 是不是很少？
你说把水倒进去然后直接喝啊？可以啊。嗯，蛮少的，很少。先不要想象，我真的要吃饭，好过分啊！想看空空下半身是，我也想看，什么东西？哦哦，对好，你不能去，哭哦。我们现在讨论男生下半身失踪，你有看过男生穿下半身失踪吗？对啊，如果会这样穿，基本上都是 gay。嗯，对，来个直男会穿下半身时装啊？好像真的有点怪，他值得一看，值得一看，我也想看。他下半身是什么？我也不敢想象。这样穿，对啊，你就传照片啊。大家是认真想看的，没有在跟你开玩笑的。下一身中，没有那个穿搭就叫做下半身失踪。全身失踪，那样不好，那样可能连门都不能出哦。一出门直接进警局。他会搭，或者是那种超短牛仔裤。对不起，我正在讲话。你试试看啊，一言既出驷马难追，是不是男子汉？第一次听到下半，真假的？我们这一辈都这样子讲。三个月后见。这么严重，裙子穿到脖子就是裙子穿到脖子，你是说洋装的意思吗？裙子穿到脖子什么概念？裙子穿到脖子，但重点我那天还要跟我妈，然后你妈就很紧张，你穿这样是怎样？要出轨哦？电话你真的是太阳神，三十钟对啊，很久啦，我怎么大家都没听过？我是要先拍我，对啊，对啊，高领，高领，那就是包紧紧啊，没有失踪啊，都还在啊。谢谢浪客的太阳神，我是代沟很久了，从没听过，对不起，我的错，我改进，就是下面穿短过上衣的裤子，对。男生下半身失踪，超短牛仔裤，你好奇怪哦！不会先热死？你说现在这个天气穿高领，直接自杀？太热了啦！我今天就穿短袖，然后配长裤。对，它坏掉了，后面还说啊呜，傻眼，无法。很怎么样？你有不敢是不是？对啊，阿宝冷静，我就知道你不敢。对没？你看，那你有看过男生穿真理裤吗？有啊，然后去，然后就穿过真理裤的。打扰啊，对啊，就 gay 没。一般男生是没有穿过真理裤，可是我知道男生都有一个癖好。就是他们很喜欢穿女生的衣服，就是去女生家的时候，他们就会穿他们的衣服。我不懂他们的想法是什么，但至少我去陈建家，每个男生去陈建家一定要穿他的衣服。是你家他们穿的吗？没有。哦，他就会打开陈建的衣橱，打开 Lena 的衣橱，然后就开始穿他的衣服。你们是不是都有这种想法？我也不懂。我也不懂。
还没有好吗？你哦是吗？女生才，我跟你讲，男生的外套，哎、欸，你国中会这样吗？国中就是穿男生的外套，一定会啊，就说借我穿一下啦，然后说好，我就借给那谁谁嘞，然后自己根本就有外套，而且我跟你讲，很好笑的是那种，我想一下，哦，我们有一个，我们班有一个男生，然后他的女朋友在隔壁班。然后他女朋友说他下一节要找他拿外套，然后那个男生他就在下课前他就狂喷那个外套香水，我真的觉得很好笑。高中没有再穿来穿去的问题啊，高中那个是真的一定要穿，就可能是班上要统一穿外套，但是今天没有带外套，你们会这样吗？服装统一之类的，然后就必须一定要借外套。前提是要能听，是没有女生朋友是吗？闷煮，佛跳墙。到底就是想穿外套，然后上面的名字不是你，你就非常有成就感。国中女生身上，对啊，好像自己没有外套一样，然后男生穿女生的外套就会显得很紧，你知道吗？学妹都会问，对对对对对，我的外套已经在那后面。大家，你们的外套记得喷好香水啊，不然女生随时会跟你借外套啊。高中我真的不喜欢借，因为我们真的很多，比如说科服、制服。运动服，叭叭叭，就很多东西，然后都会被借来借去，然后借到之后就不会还了，所以到最后就不喜欢借。国中已经20年前，抱歉，对不起。高中啊、哦，高中没制服，高中没制服真的很 free， 可是上大学才知道，哦、没有制服穿真的很麻烦，就每天就是一件 T 恤，一件棉裤，出发上课。应该吧，不会要扛来的，哎，我也不知道。我知道美女是哦，借卫生纸，不管男女都会借吧。别人那只狗，哎，皮干搞去，你们都很咕咕哎。我国中都把外套借别人，大家都说哦，洗衣机很重要，对，洗衣机很重要。卡了是吗？从没有被女生借过的，没关系，这不是什么大不了，搞不好。有些女生不喜欢，还有女生很爱坐男生大腿，不是？我不知道，女生很爱坐男生大腿是什么概念？不是男女很厉害呢？对啊，小时候就很厉害。谢谢空叶的玫瑰，没卡啊，没卡，刚卡而已啊。同学们都结婚，了解。是我刚刚在专心听歌啊，了解。嗯哼，我高中也被借过外套，了不起，了不起。前桌女同学啊，你说你的外套很可爱，还是那个女生很可爱？这有点夸张，我也觉得有点夸张。国中很多椅子不要的女同学。没有印象，没有这种事情。可能你们学校比较开放。为啥我的冒险无知？不知道男生很害羞，是吗？不是很开心吗？无聊的历史课，我永远在前面。哦，马尾是不是啊？懂完哦。我们都是男生坐在男生大，对，我几乎都是看那样。
学校外套不会可爱，我也是这样觉得。借钱加油，你不错。我们班女生很爱打男生屁股。哇，意外的知道你们都还蛮开放的哎。现在那个年纪都是哎，结婚了哎，生小孩了，羡慕被女生抽大腿，不用羡慕。然后还叠超多人，叠叠乐，对，男生超爱叠叠乐，我不懂为什么。妈妈也很爽，我跟你们讲，我以前玩什么？以前不是都会很喜欢在上课的时候用那个笔在手上画画，然后小时候就很爱画画，我就一直拿别人的手来画。哇，被刺青师嘞！真的，我那个记得时候有一节同一节老师上了四节课，然后我就从他的指尖画到他的肩膀。哇！然后他就水洗还洗不掉，就一直变超黑的。可以玩一整集，完全开心不起来，一点点都不感动。哇，啊，你们这么珍惜女生哦。我请隔壁班女同学帮我打字，你都是把女生当工具人哎。帮我一趟头先讲，有啊，累积每次绑那个公司头的时候，我就讲，然后他就会生气。很坏，刚好而已啦。我是说同学让你画不，没有，他就上课，然后是一只手放在后面，然后就，那你会画？我的手还被你们拿去，就是很好玩啊，就是想画画，可是不想弄脏自己的手。现在想想我好坏哦。那你国中都怎么玩？直接玩啊！什么啦？直接玩啊！玩什么？叠叠乐很好。哎，说到买便当，我们以前高中有一个同学，就是我们班有一个情侣，他们在做小开，你知道吗？哦，真的超好笑，就是他们会去福利社买一些饼干什么，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班教室在四楼，然后又离福利社超远，然后我们就都每个人都很懒得下去，然后他可能就会比如说一包饼干20块，他可能就会加个5块，加25、30块，然后这样卖给我们，然后我们都会买，我们觉得也没差，然后他就这样渐渐的，然后一个学期赚了1-2千块，是一个月还是一个月赚了1-2千，这样慢慢赚，这样很多呢。就一直帮你，就是中午的时候他就写一张纸，然后他就写谁要什么谁要什么，然后运费大概5-10块，我忘记5-10块差不多，超真的很屌。就女生负责算钱，男生负责工作，然后他们不管借什么东西都要钱呢，对，超好笑，就只有他们超烦，可是他们就偏偏他们什么都有。哎，订淑珍就有借一下5块，超坑的好不好？真的超坑，订一个要5块，真是打扰。啊，领一张直升机，双马尾就是这样玩。下面那位哀嚎越大，那哀出病。默默同学旁边的空位，抱歉，现在都隔很远吼。我只会被当工具，那样不算工具人吧？如果做小开的话。可以玩，哇！你们是羡慕我玩零一马尾，还是羡慕零一被我玩？真的，外送平台是吴伯义。我跟你讲，我们那个同学还真的叫做吴伯义。对，他是外国人，女生，那个女生叫吴伯义。就真的Uber E，Uber E，真的就是Uber E。搞爆的熊猫不是，我们当兵是也这样赚，帮洗盘子，哦，帮洗盘子啊、哦，还可以这样，洗盘子，盘子。我们国中男生只读笔，
赌比小心，比小心是什么？我们哪来的毛衣自己绑一个玩呢？当然是羡慕可以玩，谢谢。这会不会太刚好？哎，那时候有乌波翼吗？为什么那时候我们都没发现？那时候有人这样叫他吗？叫过福佩达。对，哦对，那时候高中好像比较常说福佩达。为了压压惊怎么了？你刚刚发生了什么事？忘记问你吃，我刚刚刚不就说我吃炒饭？刚吃了炒饭，哎，菜你也没吃完啊！偷贼，你知道偷贼是什么？你不知道？我不知道。你阿嬷都跟你讲中文吼？嗯，你阿嬷会讲台语吧？会啊，我听不懂，真听不懂台语。偷贼是什么？偷贼，浪费的意思。哎，是我们一起的，请他同意。那、我吃超多青菜，就你在那边点的，然后不吃。你吃啊，因为大家不想排队洗，都想去放风。嗯，哦，还要排队洗哦。你是去当兵还是去当洗碗工？我还没吃完 ，QQ， 赶快吃，再晚一点就吃就胖了。陈倩，干嘛啦？干嘛？我吃，我坐在这哎、欸。用我了？没有啦。超级没有礼貌，什么东西啊？烟火秀，有人被火，被火是什么意思？公司内部调让有人被吃，真的假的？哎呀，要买超多螺蛳粉，超好吃。对，浪费。我要吃青菜。哎，你看这个名字，你看这个名字。看不到，你手机好好那个。你要听？哪一个名字？这个。怎样？不是很像某个人吗？谁？Queen。好，那我不吃泡面，改吃炒饭。不要吃泡面了。洗碗兵还有这种工作？臣妾错了，谁是臣妾？一个月6000薪水而已，还能怎样 ？OK， 没有问题。怎么掉？我的一个食物掉了。哦，开除！不要给我中式英文好不好？抬头看，我不知道。你要直接叫人家，你知道，就是有些生气的时候，比如说，你看平常就叫孟纯之类的，然后生气的时候才会说李孟纯，然后就有些朋友啊，名字只有两个字，还有我不知道怎么讲。就是直接把他的字拆开，耳东倩，你还记得吗？那么笑起来怎么这么美？脑干强就好，干强就好。OK。那下午太阳神，不管出什么事，我会直接叫他的名字。吃泡面比较省，是很省的，是。那爱纯，我青菜吃的差不多，剩下给你吃。我不要，那你帮我把饭吃。剩一点点啦，还剩一点点哎、欸。你的饭完全没有掉一点点。大家谁比较浪费？好吧，我知道你会帮我吃掉、我没有浪费。骂人就是要对啊，就是要三个字啊，就是要叫全名啊，两个字就全部叫，这样会再吵架。小倩，小倩。
名字只有两个字，对不对？两个字真的很烦哎、欸。打扰了，我也不讲两个字哎、欸。很难骂你，你知道吗？林姐姐，没有没有，林姐啊，说木木姐，木木姐，谢谢流浪的 love。我也不想叫两个字啊，你以为我想叫？你哥也是两个字吗？我哥三个字。那为什么你两个字？ I don't know。 你没有问过？我问过啊，因为我自己很想改到三个字。现在可以去改啊，改欠鲑鱼。他都没欠鲑鱼。朋友来蹭饭，没有，他刚刚有吃，我们一起买的。两个字就只能靠口气分辨。对啊，靠口气。对啊。可是他的名字很容易就念得很生气的感觉。对，我妈是不是念得无奈？陈倩，这样。对对对。陈倩，陈倩，陈倩，陈倩。那我们怎样啊？没有了。谢谢渐渐的冒险无知，对木木姐，木木，那麻友有四个字，麻友四个字，我跟你讲，名字越长越容易，就是藤井麻友。我有个朋友是四个字，谁？国中的，还有端木瑞仪。端木瑞仪，所以什么？他姓是端木，然后名字是瑞仪。瑞仪哦。对，端木瑞仪。端木瑞仪，很绕口哎，端木瑞仪。是啊，他爸，然后我。我那个朋友他爸是五个字，五个字，对，就端木什么什么什么啊，我朋友叫端木。那我要娶李梦纯漂亮。李梦纯漂亮，就李梦纯漂亮，李梦纯漂亮，然后我绰号就叫漂亮。不急嘛哟，不急嘛哟。啊，倒影出来了，没事啊，倒影而已。复姓前三个字，要么三个字全念，要么只念名。对啊，就全部念出来。藤井麻友，端木瑞仪，我们还我爸还有个叫什么，也是四个字，忘记他叫什么。他来再漂亮，当然啦，当然啦。某某头像，我头像怎么了？入口不看到你的影片，你真的很认真在 P 图呢，我真的看到我直接笑出来。你怎么 P 的、啊？小三蚂蚁、喔，哎、欸，最漂亮那个没有醉啊！哎、欸，漂亮，漂亮同学，那就会变成李梦纯漂亮漂亮。哎、欸，李梦纯漂亮很漂亮耶！心情是高人家，会的会加油。原来是古人来着，没事，我都没办法 P 成那样哎。你是把我的头发抠下来，然后复制一个光头上去吗？把我接空，所以叫四大接空。哦呀，妈妈有，不记米嘞。哦。母亲节快到了，对，母亲节快到了，要送你们会送什么礼物啊？我想不到哎、欸，因为我上次母亲节是带我妈妈去吃饭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妈妈想要什么，如果她想要的，我应该也给不起。我没有抠过任何哦，真的、哦，你直接把我的头发修掉了，是给，谢谢阿金，掌声鼓励。母亲节要怎么庆祝呢？一样带妈妈去吃饭。哎，你母亲节要怎么过？吃饭吧。啊，你要请你妈吃饭。你会帮你妈过母亲节吗？会啊。怎么表示？抱他，捶他，捶他，不是捶他，是按摩按摩，不是那个捶他。我记得我以前妈妈母亲节，我都会送她那个按摩卷，都做点家事。没有，我就跟没有跟妈妈住一起，是要怎么做家事？特地回家倒垃圾，是不是？送妈妈看公演，没有好不好？我有公演票，
就是有那个家长席的时候，我妈都说我一个人我不要去，我妈很怕孤单。因为上次我姐姐来的时候又没有位置，没有办法。头发修掉，头皮不色，算你厉害。写卡片，卡片现在送钱。我妈比我有钱，对，哪个妈妈不比自己的孩子有钱？我们家每年哦，因为我想说就我跟我妈在台北啊，所以一定是要陪妈妈过的。都在乌梅市要怎么过？一结束马上回去找妈妈。谢谢包子的掌声鼓励。没有啦，应该另外找一天过吧，不然没有时间。现金最好用，你们考虑一下我的年纪跟我存款。都在请我妈吃饭，然后跟我妈说我家是很废、欸，超废的啦，不行啊。老实说，我也觉得特地在母亲节帮忙家，那有做总比没做好啊，对不对？我都送花简单感花，我以前送过花，用钱折的那种。现金不要啊，过年就包过了，母亲节整点不一样的。带妈妈来看剧场，我不要，让他们来看你欺负我。先认识一下，你们不要烦他，你让妈妈跟我们填同行，不行。姐姐来，姐姐没来过啊，是姐姐来台北，然后我妈妈想要跟姐姐一起来看公演，就刚好姐姐来台北的时候有没有在公演，可是没有拿到票。啊，一个星期太久。只好当天失去发现，有点难生存，不是活一起活了这么久，要怎么聊什么？你默默默默妈妈妈吧，够了够了，谁拜钱呢？啊，提前过了，你怎么过了？吃饭？那废的，这礼物没有人有，哎哎哎呀，我妈都说送花不如送钱。对啊，花也不便宜耶。我跟今天才要做，真的先不用哈，先不用，没关系。谢谢我的 love，Thank you very much。我要送物的话，我知道了。帮妈妈买 iPhone 12，他出一半，我出一半。好啦，放到直播结束，四大结果。哎，那我差不多要结束了，差不多要结束了。其实吃饭就可以，笑声是平常。哎。一半，掉一半，想太多。包包哦，太贵了啦。最后想用，自己想用。钞票折成花，我之前就用过，这招用过了。你看看你的钱包里的钱估计，好难。里面有点长，对，我还是看两个哎，我看了啦，我看了，不要再怪我了。再叫一次。我刚刚这样讲吗？有。我讲什么？你说啊，好难。好难，是这样。那个难要啊。你是先啊，好难。啊，好难，这样。对。嗯 ，OK。我发现你是被发现了。因为过不久我生日啊，你生日会直播吗？我记得生日当天我好像有事情，对不对？没约啊，但是应该会一起吧。谢谢可爱的大玩笑，还有生日请你吃饭哎。
所以其实你知道的吗？你们大家可以去查一个叫 Slavi 的餐厅。啊，那我想他可能点3600还3800套餐啊，我记得啊，我没有点到很贵，我记得最贵到4000。对，3600还3800，你跟两个人点一样的，我记得我好像点2800差不多。我真的觉得我再也不要去吃那什么超贵的餐厅，真的每一次都很难吃，没有就是也不饱。那个就只是会饱啦，会饱，哦，会饱，对，就只是品尝，就是高级餐厅就是那样，就完全尝不出它的味道，我就只觉得只有甜点，每次都只有甜点是好吃的。那我就用4000块的价物去给你，我可以买超多卤肉饭哎，你要去 Costco 吗？对，是爱马仕，我妈妈不用丝巾哎。没有电脑，在学啦。啊，你有什么在讲啊？除了 iPhone 十二，对 ，iPhone 十二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除了除了，我跟你说，你说 iPhone 十二还有什么？我要这么大气？我想一下，那你就送一些粉丝不能送的东西啊。粉丝不能送的东西就是彩妆跟电子类的东西。彩妆，我跟梁君还有黄一山要了口红跟粉底，啊，你要送什么？不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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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，只是食材单价，对，超超卤肉饭。为什么机车发动的声音？他刚说你刚刚在那边，旁边气喘发作，没有啦。什么？你刚刚的声音再用一次。什么东西？就是怎么用？你刚刚，圆圆，你刚哭吗？那是哭的声音吗？我不知道，室友坏掉，就不是室友，不是出现在我家都叫室友。我是自己一个人住，你们想怎样？别那么凶。蛇币，对对对对，就那个蛇币。还有不能送超过3000的东西，所以赶快跟他要超过。他能负担的也差不多就是1000块，差不多1000到2000。自己用自己的钱的话，哎，这次我想要素色的衣服，就类似这种白色的衣服，然后那些。好啊，我有啊，我把我不要给你啊，我不要。哎，你现在嫌我的品味很差吗？我就说这些东西粉丝可以送，你不能送啊。哦哦哦。送你纸盒好了，纸盒，啊啊啊！我要眼影盘，眼影盘，眼影盘，什么样眼影盘？我想要那种里面有腮红啊、高光啊、眼影啊。我买拼就好了，我买粘在一起就好了。我不要。哎，最近有哪一排很红？有，我记得有个专柜很红，是哪一个？啊！我前天去 Make 看到一个12色，哇，超漂亮的眼影盘哎，一个只要3800。好，就那个。好，帮我买，谢谢。12色要3800。那个店员跟我说很便宜呢。哇，那店员很大气呢，店员是一个小员工呢。不是素色的意思，是素梯，特别不长的样领。然后还有那种。你知道我拿给你们看，这个，我想要这个外套，就类似这种外套，可是我觉得这件有点太小，而且我穿很久了，它有点脏，我想换新的。就这样子，我觉得这样子穿起来就很好看，那种随便这种绵绵的外套。好快哦，已经过半年了。什么半年？就是这样子，然后我希望可以再大一点，有点大啊，我就再大一点。你要多大啦？我直接买5X给你好不好？我才会拖地哦。以后如果真的太上课懒得穿，你就这样套上去，然后从头拉到尾这样，哎，你就可以出门哎，连身裙，然后再套上鞋就会出门。这边36色只要260。只是36，我脸会烂掉，谢谢。你就这样，对不对？我穿很久了，可以来个黑色啊、紫色啊、灰色啊、白色，来几件，我直接把你们当服饰店。
不要让明目张胆要礼物，我怕你们不知道送什么。看到很厉害的眼影盘 ，and 吗？当然不是 and， 最小2XL 吧。如果男版的话就 M 或 L， 女版的就2XL。皮夹衫，你不要乱叫波波好吗？对没？就说对没？不要回到下半身失踪，基本吧。我觉得就算没有下半身失踪，你上衣也要宽松一点。啊，对了，还想要几件短版的 T 恤，短版的 T 恤，因为最近夏天嘛，练舞有点热。请不要超过3000，谢谢。不会超过3000，1000以内。可是问一问，我不是要送衣服，随便你。那一件可以拿来，哪一件？谁在给我下半身失踪？是没有人在给你下半身失踪。要短 T 是不是？对啊，我觉得都尽量素色哈，素色。就比如说这边可以有一个 logo 什么的，我最喜欢简单的，简单最好搭。然后尽量往黑白的方向去走。我长得像学子啊，不是，我正在想我生日快到了吗？衣服剪成2件，有想法哦。我刚穿的外套又丢了啦，真是。如果买第二件有打折，要算原价吗？我也不知道。有黑的，黑的，真的谢谢耶。你们的圣诞天我买五件给你，没关系，我那个我自己留就好了，我有留的，没有关系。真的不要再跟我提李梦纯的圣诞贴，有想要的牌子吗？有什么 T 恤的牌子啊？圈品吗？啊，有什么 T 恤的牌子 ？Dickies 圈品，还有什么？太阳穴？什么？我不知道，就这样吗？不用，哎、欸，不要买到那种专柜。他不喜欢那种，他觉得浪费钱。我也觉得浪费钱。还有啊，那个有个地球，有个地球的那个是什么？不是，我平常不是穿一件长袖大雪裙，然后有一个地球，那是什么？那叫什么？什么时候有地球牌子？不是地球，就是一个月球。啊，很麻烦。你怎么麻烦？我可不。I don't smoke。哦，有人讲哎。都可以。我今天朋友才讲那个 I don't smoke。 哦，不要。我朋友不喜欢那个牌子，还是有勾勾的 Nike。 我最近想买 Nike 的套装，可是那套装要快3000块，就是奶茶色的，运动的吗？嗯，长大学 T 然后可以棉裤，短版的吗？就是大学 T， oversize 的那种。哦，你慢一拍，刚刚已经考这过了。Yes, MIDI, Yes, MIDI 是什么 ？Lena 也在学，我不知道。
运动品牌随便也超过三千，对啊，不用买到那种大牌，不用，不用。烦哦，是什么菜场买一买给他，他也开心。我根本不会发现。对啊，他只要觉得哎、欸、好看，材质不错就 OK。对啊，我觉得我很注重衣服的材质，就是因为我之前在国中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很喜欢买衣服了。然后那时候就会一直贪小便宜，就是虾皮那种 T 恤，一件99块，199块。然后我就很喜欢买的，然后每次买一堆回来就超失望，因为很透很薄，然后洗一下就缩水什么的，就以后都不买那种五分铺，很棒啊，偏硬一点的还是软一点？我喜欢软一点的球衣可以吗？以前穿的羽球衣，我以为是那种篮球衣耶。哦，超喜欢篮球衣耶。那篮球衣很赞。对啊，3999就差不多400-500。那个瞬间毛球，哎、欸，我觉得我的生日礼物最好想哎。什么？我的最好想。而且也不用花到那种3000-4000，更不需要花到1000块。很好想哎、欸，你想一下，你有提过吗？就是我平常会喜欢的东西，我喜欢收集什么？啊，那种可爱贴纸，那种芭比娃娃贴纸，还可以贴贴纸。你之前不是在放学后想去买吗？没有，除了贴纸之外，真的很好想，像戒指、项链。这像我自己本身就很多啦、啊，不用啊，不光衣服上面的，不光会穿在我身上，放在哪里啊？啊，一定很好想，不是也不是妆，也不是化妆品，不是，那是什么啊？等一下你给我个提示，我刚才提示、啊、吃的吗？怎么可能是吃的？收集。是恰吉那些哦、喔，对啊，不是我刚刚一开始你一讲，我就往恰吉那方面想，可是你说1000以下不可能，不是恰吉，就是你那种你给我越恐怖的东西我越爱，你懂吗？懂吗？有些恐怖的東西，那种东西就很贵啊，200-300就有了，2-3万吧，200-300，就越恐怖的东西我越爱，没有，就是也不用分牌子啊，就是我生礼物超好想，好佩服我自己，你生来很久，别吵。哦，还有4个月呢。啊，我嘞，1个月。欸，对耶，你1个月。对呗，就你说先想我的呗。我不要想我自己的，想你的，你都想好了，干嘛这样讲？谢谢，身为球精的我，每年都买一套。高中你生日送过我生日礼物吗？没有。谢谢。我都没有送他过。我送你过吗？我好像有，对不对？有，好像口红，就是化妆品。对，然后那时候真的对雷娜很失望，别人就算了，他怎么可以不送？那么丑啊！手机啊，酷哦！我不贴贴纸的，各位。新男友谁？20分钟前提示 iPhone 十二，不是 iPhone 十二多少啊？我有限量的恰吉公仔，还是我寄给你再送你呢？他在笑，他在偷笑。我真的超……不要了，不要这么宠他啦，不可以的。我超喜欢恐怖的东西。我可以买鬼娃娃。麦克迈尔斯，你知道谁吗？啊，我也喜欢。他说要买给你那个面罩。真假的？假的。不要买给他！现在坐在你的面前的是我，不是他。现在生日快到的是我，不是他。而且我玩9920，不要到底跟粉丝说。然后920他寄你的东西过来，我会生气啊。哦，那么贵呀！你要买 mini 还是 max 还是 pro？ 我在想哎、欸，因为如果我在想要大一点还是小一点，因为如果小一点现在这样就够了，可是如果我想玩游戏的话看影片就想大一点，可是我有 iPad， 所以我觉得还是小一点，所以大概是 max 吧， max， 嗯，好吧，128G 谢谢。给你跳了128G。 我在想我现在64G我根本用不下去，我拍照拍到一半还要删照片才继续拍。啊，你64那么小哦？超小，真的超级无敌小。
考超考 Lina， Lina 安娜贝尔可以啊，安娜贝尔我可以，不要再帮他想了，你很生气呢，你要什么颜色？紫色哦，嗯，谢谢。那问心酸了，你有点不会买，我只是看价钱。Alright， 你可以跟大家分一分，你去集资。再说了，你去集资，23,000哦，不是吧？26,000。我看是26,000。哦，如果我的朋友们集资从来用12，我会感动到哭哎、欸。你的我今天订哦，真的假的？那么大概找5个人以上，五个人够吧？我朋友没有那5个吗？我朋友没有那5个吗？是啊，差不多要找6个。差不多可以，你去集资一下，求求了。一个人如果一个人26,000嘛，一个人如果2,000的话，没有，一个人至少要3,000。3,000这样太贵了吧？3,000到4,000块、啊。跟我很好的没有这么多哎、欸。如果跟我还好，那一个1,000差不多，不然就是你付3,000，跟我比较好的付3,000，你们四个，嗯、你们四个付3,000，嗯，然后其他人1,000一千这样。然现在跟我比较好的就你们四个啊，就迷你团员了。我团员干嘛？干嘛？那、啊、如果紫色没货怎么办？那就其他颜色啊，没差。其实我对颜色还好啊，真的。真的吗？嗯，我对颜色还好，因为反正都是要装壳的、啊，又看不到。大一点可以防身，像怎么样？哦，你64哦，那么小。对啊。我现在我照片都维持在1,000-2,000以内。我现在这还是128。对啊，就羡慕。我也69。对啊，可是你们不拍照真的是。那、哦、你介意提前收到礼物？当然不介意。87.1耶。你只用了87，你看，那、哦、我64。我还要维持在那个，而且你照片有多少张？我照片有没有到万？照片加影片那些应该有到万。对、啊，影片就954。我影片不能超过三，不能超过300，影片的那个容量太大了。还有分工，对啊。可是我一定是删照片啊，我照片只有快3,000而已。哦，你也会删？嗯。不会，李梦辰的生日礼，哎，你们去西门町募款，某人的生日礼物。大家如果是 AKB 的粉丝，啊 ，Lena 斯，我们帮忙集资。如果你们帮忙集资，他们就都不用出了吧？你可以先回家，不然现在大型要礼物现场，我送保护壳。好。哎，那我想，哎，这个的这个壳的牌子怎么念？Castify， 看一下。我真的觉得这个壳很赞。Castify， 对啊。Castify， 我看一下 Fine。你们可以去换，最近超多人换啊！邱品涵、李佳丽、李彩杰，还有我，还有 Lena， 我身边就5个人用了，超赞的。而且后面那个镜子是女生一大福音，就是你妆有什么问题，你就直接转过来就好了。然后你要补妆，你就可以开手电筒，然后这样照镜子。是我跟雷达学的，因为欧美都用这样。嗯，真的，而且防摔，很防摔，我摔好几次了。真的建议你们都可以去买。而且它想要用同款吗？很好是，它还可以刻制你要的照片，然后把它拼在一起。就是啊，我比较喜欢镜子，你跟你的好朋友们，然后可以就是好朋友们。对。但我不会做美食。不会。可能那绝交怎么办？那千块就浪费了。26,000的1块钱，你可能想到疯掉。对哦，马上下定。等一下，我就还没有 iPhone 12，你们在那边下定。我们好像不需要。好，那就送你手机壳好了。啊、真的那价钱差太多了吧？裸机派，你不摔手机的吗？你们又不是女生，也是啊。那你们它还可以客制化很多，不一定要镜子，可是真的很防晒，我很常滑倒哦，真的、哦，我是因为 Lena 叫我去买，我才去买。你不能说你家姐妹有换，为什么？哎、欸，他们没讲吗？因为我也是换了才知道他们两个有换。可是我的镜面是，
哎、欸，他们有出粉色的镜面吗？就只有金色跟银色啊。然后他们的是粉色的镜面。您说那两个也换了吗？傻眼傻眼，而且后面还可以写自己的名字。然后那时候，那我用了一个字体，我用了一个字体。他本来他很多字体可以选，然后那时候李佳丽本来也要用我这个字体，然后后来邱炳阳好像跟他说，哎、欸，这个字体很中二。然后那时候邱炳阳看到我的那个字体，他说，哎、欸，你很中二。我 ，i12 的系统跟 i7 有点何止一点 ，i7 跟 i12 差很远。对啊，我好像是从 i7 还 i7 然后跳到 i10 忘了，可以对啊，科科之画还没有 i， 你可以贴我们的照片，还没有 iPhone 10，但是多的壳可以拿来丢，你怎么怎么想都是拿来打人的。秋片很呛，秋片真的很呛。那个字体我也想，怎么做给你们看？我在直播哎。怒了。就是我有一个这个字体，这个，就是一个是这个字体，可是我的手机壳就是，我拍给你们看。我拍给你们看。那相机在哪里？我要自拍风扇。我要自拍。哎、欸，拍得到吗？我真的觉得没有很重，因为当时候我还要给那个 Lina 看一下，想说应该不会很中二吧，没有拍好。有了，这样用这个字体，然后李佳丽他们是用这个字体，我也不懂为什么呀，字体很重，对啊，不懂，我还没到字，客制化，刚才把四单照片不要啊，不要啊。有多的可以拿一个去装 LED。What？ 我是4711哦，蛮跳的是六七。惨了，我学设计不知道是什么字体，每次好像是英文的抄袭。然后一个是。跟你说，我最近智齿牙龈痛，然后我今天想找那个牙医，我预约不到，好像把它拔掉。你的手机夹都可以按摩，就笑的时候就会痛。刚一直忍着，原来就是因为我很怕拔智齿，因为如果今天不拔的话，那明天不能拔，因为它有一个消肿的时间。因为最近成人，我就一直听他们去智就是拔拔呀拔什么，然后他们拔一拔，我的智齿也开始痛了，我不知道是什么传染吗？这是传染吗？那不能干嘛不开播？一定会笑。所以大家其实知道我一天一餐其实不是为了减肥，只是因为牙齿很痛，就要被传染。我要等 Riz 公演完我才能去拔。那你们就很好笑，这样按着就比较不会痛。我还听网络上说要漱盐水，牙齿传染。智齿传染病，智齿会传染，我第一次听到。哦，又来，这
等一下，他节奏是怎么样？我刚刚以为要素，什么要素颜？啊，素颜水，漱口，然后漱那个加了盐的水，盐嘛，然后搅拌，把盐跟水融化在素颜水。漱口，我在用漱口，因为我的漱口水好凉哦。有的人会痛到发烧，应该可以吧？礼拜天还有几天？三四五六日，五还要再撑你五天呢。我现在才发现，哦，对，忘记了，我今天没有化眼妆了，太懒了，各位原谅我一下。而且现在我们学校都要戴口罩。老师会宣导，所以就去学校就懒得化妆，然后回家就赶快化一个直播妆。直播妆就是底妆、眉毛、腮红看不太出来，然后口红是一个国中妆，然后没有素颜什么。你那你老公也对啊，你也不能怎样。当你不想上班，就可以跟公司说，还可以这样哦。你昨天不是说过今天不画了吗？不画什么？啊，我说我今天，对啊，我昨天就说过，我说今天会比较狼狈。没关系，我就知道你们都可以的，让我不要这么辛苦。对，我之前肿到我的双眼皮出现第二层，吓死我。漂亮还好，你想多了，你想多了，也没很狼狈。有啊，就是刚上完课，然后砰砰砰砰砰砰，然后直播，就这种感觉。啊，念排名哦，音乐嘞？好，现在素颜播就可以，我会被公司骂。然后拍在哪只他看不出来，好的呢，所以请你以后都不要画了。好的好的，你眼睛这边哪不是，就跟你们说我开特效了，不信。不多不多，只要你们觉得哦我瘦了，哦我变漂亮，哦一切都是特效。好的呢，请念。好的，网络不好，因为停了。不是，是 DJ 不在那边乱玩手机。我根本没有在管音乐，直播间需要有音乐才能衬托。音乐呢？第十名小五，第九名秦虎，第二名甲骨文，第七名阿纳奇，第六名北极熊，第五名可乐王，第四名阿金明清。不要取那个阿金好不好？我们高中有人叫阿金。第三名梁人，第二名草莓奖，第一名包子，谢谢大家。DJ Jalbi， 上次眼睛特效，关掉试试。好，关掉，给你们看没有特效，这样子，这是变小了。这是我真实的大小，然后开了特效时，你看，仔细看，仔细看，哎，没有拉不到，好拉了，有没有？对不对？有差哈，不好，我觉得哦。你看，你看那些直男真的是，我妈叫我不要去，但我还是坚持去。我看不出。好，好的，下礼拜见各位，拜拜。其实没差，你们这些臭直男。
看不出，他要被骗。